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们的节奏继续进行到57跟58，你看看这两页，一个是讲基本切分，一个是讲左手变化，那或者应该你加上一个，这个叫右手切分，右手练习切分，左手练用什么二分音符，这左手二分音符不变，从头到尾不变，右手用切分，你感觉出来，哦，右手在切，先行后继休止挂溜等等，那左手不变，左手基本伴奏，练习这个基本切分，然后再练习这个，下面两个手都切分，两个都是切分，右手还这个旋律，左手也在切，有几种方法，固定音型，左手你看从头到尾，嗯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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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头到尾一样，嗯哒嗯哒嗯哒哒，你伴奏将来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你写伴奏弹伴奏等等，他唱他的，你弹你的，固定音型。固定一个音型，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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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一直这来。你可以自己唱，吉他的弹下面的，自己唱这个，吉他弹这个。钢琴的话就是右手左手刚好。反拍呢，就是在反拍用填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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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这个是固定，这个不固定，看哪个地方填，这里填一下，填一下，填一下，填一下。此起彼落，有你无我，这种感觉。这里呢也是雪中送炭，你空的地方雪中送炭，这里呢锦上添花，强拍的地方 Mi Do Re Mi 将将强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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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强的音我加强，左手也进来帮忙，强上加强，嗯，这是强拍，所以锦上添花，雪中送炭。还有一个两手同奏，两手都你右手切，我左手也切，一起切，最后就综合把这几种放在一起。所以这些方面将写伴奏、弹伴奏，或者是都可以用得上，弹任何曲子你都可以试试看，把综合运用哈。那我们简单来示范一下，好，我们来示范一下哈，基本切分。你如果弹钢琴，左手就从头到尾弹这个什么二分音符，一二三四，二三一小节弹两次。你弹吉他的人可以自己按我这样弹和弦，唱这个什么切分。那我现在右手弹切分，左手弹这个基本伴奏。嗯，我用手调式哈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这谁都会的，左手固定，一二三。那和弦应用三组和弦怎么弹的啊，就会了啊。第二个一样，第二个左手一样，左手永远一样二分音符，右手开始切分，刚刚是先行，都是每个都先行，现在看后级，每个都厚厚厚厚，但你左手没有厚，二三四，对，它就可以增加很多气味了。你看，二三四，这个不要你练多久的钢琴，不要练什么哈农拜尔，你练和弦旋律，谁都会弹，休止。
休止也是先行，我们讲过的休止先行。好了，你手指还是这样，二三四，二三四 ，one two， one two three four。就是左手你固定啊，就是永远是一个固定。好了，背卦，我们讲四种先后修卦，那种卦，那你左手还是一样，二三四，二三四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对了，简简单单的，四个人就会弹，嗯。你稍微练几天，那不是你刚刚没学这个和弹，你会弹个和弦，会弹个旋律就出来了。但是你节奏要对，你得基本就练你切分的节奏，你不要老是照原谱应该这样，原来是应该这样的，那没什么意思，那小孩玩了，我们大人要玩切分的节奏，爵士要玩切分的节奏，这个才有现代感、时代感。好，综合。各种都有了，有先有后有修有卦，四个都有了。但是我们左手还是一样，基本的，弹两拍一个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是不是？弹左手就固定，跟这个行每行都一样，嗯。你快慢都是自己，你练熟练就是对了嘛。但最重要，你那个时间要搞对。有什么切分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好了，这是左手。那你弹钢琴这样比较好练，弹吉他也可以。弹吉他你就。抢抢抢，固定弹两拍，但是你唱要唱这个节奏，练习唱切分的节奏，先行后急休止挂流综合都在里面了。这个完全是因为基本的第一个，怎么样即兴，怎么样变奏，都从这儿开始了。你连这个都不会，你即什么兴啊，变什么奏啊？先懂得切分，先行后急休止挂流，开始即兴，开始编曲，开始变奏等等哈。好了，你已经两个手了，这个比较有趣味了。你任何歌可以这样玩，除了国歌之外，每个歌都可以这样玩。两个手，第一个玩固定音型的，你看，还是从头到尾，管你唱什么歌，管你弹什么，嗯。练一下也不难，嗯，是会弹琴，但是最重要掌握那个节奏。你节奏先练左手，再练右手，两个合在一起就这个玩意儿，那听起来就蛮像那个爵士音乐的流行音乐这种味道了。那不像弹古典钢琴了，弹古典音乐了。One two， 再来。流行化了，嗯，爵士化等等。好，这是雪中送炭，没有这种它出来了，冒出来了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咪咪嚓，哆哆嚓，咪咪发来咪嚓 ，three four， 嗦嗦嚓，发发嚓，咪咪发来哆哆。就是它没有的时候，它出来冒出来，产生很。很对比对照这种效果啊，很有趣的，在节奏上面产生对比，产生对位。这个姿势强拍叫做什么？锦上添花，你强我也强，嗯。One two。
one, two, three, four. 再一次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对齐了，一个个练，一小节节练，不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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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容易了，两手一块，两手同奏了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对吧？两手一块啊，绝对不要花很多时间练。绝对是我钢琴没有基础，小时候没弹过钢琴，你试看，没有几天你就会弹了，不难啊。好，综合运用，这里是用什么？固定音型，固定的。这里用什么？支持强拍，支持强拍。这里是什么？也是固定音型，是反拍填音。这里是什么呀？两手同奏，把这个花样都放进来了。好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One, two, three, four. 完了，再一遍这个哈。One, two, one, two, 综合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回家自己练一练，很有趣的，任何歌都可以这样玩，任何歌，除了国歌之外，好吧。那么今天介绍几种伴奏的方法，你可以用到编曲，用到作曲，用到一般伴奏，用到自弹自唱，用到钢琴自弹自奏都可以啊。基本的几个东西，第一个。固定音型，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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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，固定一个音型，你看嗯哒嗯哒啦嗯哒啦嗯哒哒嗯哒啦，各种你自己想一个音型，就是他唱他的，你弹你的，伴奏也是啊，你唱你的，我伴奏我的，这是最常见的固定型。第二个反拍，你唱咪咪叭叭叭叭，就是你给他在反拍上填，不要正拍，反拍特别有趣味，叫雪中送炭啊。支持强拍，你强我强，你强我强，锵啷锵，当当，加油，当当当当，所有重音的地方你也进来，两个手一块进来，这个是一简单一块进来，这个就是综合，所以你把这几种好好的运用综合，任何歌都可以玩，完全会这样，轻快、活泼、现代、流行、爵士、有趣等等。好了，弹吉他也可以，弹钢琴也可以。不过弹钢琴的话，你可以练习两个手，蛮好，训练你的切分，训练你的伴奏，训练你的节奏感，训练你的时代感等等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各位。